重量调整为134公斤。你说没有奖状的部分吗？啊、哦，有没有上去的部分？第一名林毅南，总和270公斤，掌声鼓励。赛后感言。妈被送了。还好吧？你不是说表现得跟平常差那一点点而已啊？啊，你不是说你肌肉量很高吗？体脂最低。得名，还是很厉害。对，还是很厉害。89公斤量级里面年纪最小的。
然后他只有83公斤，所以算我们算小吃亏啊。对，所以那个教练他如果去参加81公斤这样子的就第一名了，所以是应该是这样。抓举109，挺举127，总和236。那郭姓成真的是这是鬼哎、欸，他是神，他是神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我们要回家了。